其实哦，人体所发动的自我改善所出现的种种痛苦跟异常现象，哦，就是现代医学包括骨中医所认为的病。哦，假如大家认为，既然是专家讲的不对，对，那我不反对哦。哦，有请很多人在发动自我改善，问我说要不要跑医院，我说一定要，因为现在你反对人家有病跑医院，哦，反对人家有病哦，这不跑医院啊，叫他不能跑医院的话，那是有罪哦。所以医生讲的不对也是对。 那，哦，只要没有什么问题，不然今天我们健康座谈就到此结束哈。你只要有什么问题没有关系的，你随时可以打电话。不过不看书哦，不看书，只要我说我强调看书还是不看书，我真的是会骂。<笑>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座谈呢，就到此。 结束哈，那我们会很尽快的把这个资料整理出来啊，那个来带给大家做参考哈。那等一下回去的时候，请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，那个好。那谢谢大家的支持。 我带什么？啊。